台湾特有种野鸟总共30种，那小型的我们做成这个规格 7.5 公分高，中型的也是12种，我们做成13公分高度，这个是也是12种。那大型的呢有6种，我们做成 16.5 公分的高度。这个特有种里面比较大型的总共我们给它分成6种。那这个罐子呢，我是利用那个装啤酒的那个，它很轻，装啤酒的那种回收它的罐子来制作。这个要切掉。它整个高度是 16.5 公分。竹鸡这个就很常见的，这在乡间都看得到。这个也不太会飞呀。它早上起来很喜欢叫，你听到的叫声大部分都是竹鸡在叫的。在乡村里面，